秦小姐在爱自重，秦小姐穿上衣服会着凉的。 出道士，你是人是妖？你是干什么的？邻水县捕头吕雉。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来这里办案。狐妖，道长，难道你也是？我追踪他们已经半年了。 请问道长高姓大名？展翼。展道长，那咱们可以一起捉妖。不必了，我习惯一个人，方便些。捉贼你行，捉妖你不行，别跟着我。哎，道长，你听我说。哎呀，道长。 高手，我跟定你了。道长，我这个人挺讨人喜欢的，那是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棺材见了打开盖。